好，那个，接下来两首歌是我跟青后这个组合的最后两首歌。对，那，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还是还好？你觉得赞吗？爽啊！很好，讲 完了。没有，好，等一下吃好料。好啊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那个我跟阿豹合作的，或许就变成树里的风景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有重新录制的另外一首歌。对，那它是整张专辑其实非常早完成的歌。哦，有一件事情要说，如果你们看到那个专辑的，就是艺人名字，有一些歌上面会写郑怡农 feat. 清后，那个，然后有一些没有。对，那是因为 feat. 清后的歌是先有他的 beat，才有我的词曲，就是我拿他的作品来翻完，所以那种状况我们就会全部都挂在上面这样。所以呢，或许就变成《树里的风景》这首歌就是郑怡农 feat. 清后 feat. 阿宝，很长，对。那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先做了 beat，然后他自己放在自己的那个，你那时候放在哪里哦，是 SoundCloud 吧？啊？哦，对，啊，现在还在吗？不告诉？Oh, 你，不能讲。好，对，反正就是就我听了，然后听完之后就说，哎，那你借我写写看这样，所以后来就生成这首歌。然后他其实一开始就讲完了，因为他在专辑里面他摆到最后嘛，可是那时候就已经讲完了。这张专辑其实要讲的是，就是我们一起来发明新的语言，那是超越语言的很多。然后在同时在一首歌里面出现了三种语言，然后大家很自在的唱。对，那今天是我自己跟自己唱，就是文慧唱台湾语的部分，就对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